我们今天继续谈缘觉经。那么今天就是威德自在菩萨问佛陀，那么佛陀就回答这个修行啊，总有几种的这个法。这个法呢，在佛陀在这个缘觉经里面提到的是有三种，那么这当然不只是三种了，但是他至少是这样子讲的，也就是说，总归来讲，把它分成三大类。我们先看这个经文：善男子，无上妙觉，遍诸十方。出生如来以一切法同体平等，依诸修行实无有二，方便随顺，其数无量，颜色所归啊，寻性差别当有三种。善男子，若诸菩萨悟尽缘觉，以净觉心起净为行，由尘诸念皆是烦动，尽会发生，身心课程从此永灭，便能内发极净清安，有极净故，十方世界诸如来心一中显现，如镜中相，此方便者名奢摩地奢摩他。善男子，若诸菩萨悟净缘觉，以净觉心知觉心性即根尘，戒因犯化即起诸犯，以除犯者变化诸犯，而开犯众，由起犯故，便能内发大悲清安。一切菩萨从此起行，见次增进。彼观犯者非同犯故，非同犯观皆是犯故，犯相永灭。是知菩萨所言妙行，如图掌描，此方便者名三摩婆提。那我们今天啊，经文就念到这里。啊，其实这一段经文，应该是大家看的话，都很清楚。这个最主要的，这个佛陀所讲的真理呀，是一啊，不是二，也就是绝对的。这个就等于是我们这个在昨天所做的比喻，任何一个城门都可以到城的这个城市的一个中心啊，任何一个城啊，城门啊，东南西北各个门啊，都可以到城的中心。那么城的中心当然是只有一个。那么山顶呢，山啊，山之巅啊，这个顶最顶的地方就是一个点，好像我们一个圆一样，一个圆圈啊，拿圆规啊画一个圆圈，那么这个中心点就是这个圆规的这个不动的这个点，就是真理。佛陀的意思是讲，真理就是一啊，不是二，每一个地方都是一样的。好像是说有很多人讲啊，真理有很多种啊，不是的，真理就是一种而已。
那么很多种是从一再分出来的。那他这样子讲，无上妙觉啊，遍诸十方，哪一个方向都有无上的妙觉。那么出生如来与一切法同体平等，所有的法都是平等的，所有修行的法实无有二，就是说没有第二种方法，其实只有一种方法而已，但是因为方便的原因，所以其数量就变成很多了。那么总体来讲，佛陀有给他讲说就是分成三种啊，这个是在释迦牟尼佛时代啊，释迦牟尼佛教导所有的这个弟子去修行，他说用三种方法修行。我们来看哪是哪三种方法。这前面这一段经文讲的就是净觉心起静为行，用静的方法去修行。好，现在很多人都是用静的方法去修行，很喜欢去闭关。那么闭关是什么呢？闭关就是用静的方法去修行。啊，你在菜市场修行啊，菜市场很乱的，这边在买卖东西，那边在叫喊，那边在吵架，那边在喊价，那么那地方修行，有些人就哎就很困难，因为那里很闹。所以修行最好的方法，佛陀讲的第一个方法就是用静的方法去修。那么你远离这个城市，远离闹区，那么居住在深山里面，都是用静的方法去修行。那么这个方法就是一般来讲起来叫澄清法，澄清法，好像我们用那个水啊，那么把一些泥土放在水里面，你用一个棒子去给它搅动，这个就是闹，闹的时候去给它搅动，它就会粉浊，但是呢，你不给它搅动，让它安静，它就会慢慢的澄清，那些泥土啊就慢慢的沉下来，那么水啊会变成很清净。这个是佛陀讲的第一种法，叫澄清法，叫做极静法。所以你在平时啊，你的这个思想很清明，没有杂念，那你过这个很安详很安静的修行的生活，你耳朵啊不听人家讲一些是是非非，眼睛也不看色啊，形形色色你都不看，这个鼻子也不闻香，舌头也不去喜欢那些这个味觉啊，吃的很简单的，你身体穿的很朴素，这个都是澄清法啊，身体穿的衣服很朴素，那么也不享受美味，耳朵也不听靡靡之音，眼睛也不看形形色色，鼻子不嗅那些香的东西，这样子呢，把这个身心呢归于一，那一种状态啊，就是澄清法。也就是把你的这个烦恼啊、欲望啊，整个通通给它消除。这种方法会产生一种那个净慧。佛陀这里讲，净慧发生啊，身心课程从此永灭。也就是你这个极静的这种智慧会产生出来。当你这个澄清到非常清楚的时候啊，你的智慧便会自然的显现出来。那我以前教人家禅定呢，就讲过这个方法。你只要能够啊，你的身心归于一念的时候啊，
你身体的这些气啊，跟你的这些这个生命元素啊，会回流的。那是以这个天心这地方啊为帝王，那么身体的文武百官呢、啊，你身体的文武百官本来是很乱的，但是你这个帝王一声号令之下，成为一的时候啊，你身体所有的气流全部通通回流，也就是你的生命元素啊，会完全回流到这个天心的地方。这是一个修行的方法，这个方法也就是啊，澄清法是一样的。你当你静极不动的时候啊，你的智慧啊就会产生，你的心啊如明镜一般，很多佛啊就会在明镜里面呢、啊、显现出来，智慧啊佛如来种种的真如真相、啊、就会从明镜之中显现出来。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这个佛陀经常这样子告诫我，然后你修行的比丘尼把头发理掉，穿仪式的衣服，吃简单的食物，不要到处到那个 Chinatown 啊当趟到处乱跑，这个眼睛经常到处乱瞄啊，耳朵还装着一个耳机啊听这个流行歌曲啊，天天在那边啊，这个对，那个好像这流行歌曲啊怎么样子，通通戴个耳机，天天在那边摇啊摇啊摇，跟那个年轻人一样的啊，开个车子出来的话，他那个 disco 的声音放得到最大的声，最大声。你修行人戴个耳机听流行歌曲，这个耳朵已经就不清净了，已经在搞乱你的心了。啊，每天跑加拿大啊，他跑当趟去看，眼睛就已经花了。他说眼花，这耳朵啊，已经就是啊，靡靡之音都进来了。再穿漂亮一点啊，师尊的衣服是最脏的，今天要换，穿干净就好。啊，不是要穿多漂亮，哇，这一件太花不好。不过你只要能够修行到不动啊，你真正能够修行到你的心已经心止如水，你穿怎么花，眼睛在看什么色，耳朵在听怎么靡靡之音，都可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的心止如水。那反过来讲，你已经修到你已经澄清了，别的东西已经搞不动你了，那个搅啊已经搅不动你了，可以的，你可以，你什么都可以做，但是搅得动你啊，你就不可以做。好，我们以前常讲的，狮子跳跃的地方啊，兔子不要跟着跳，你一跳就摔死。哦，你以为那个行者啊，哈，本领很好，他天天晚上去看电影，你就跟着去看电影。你迷了电影了、啊，你修不成了，修行就修不成了。所以这里要谈到一个迷跟不迷啊。我讲过了，大隐隐于市啊，小隐隐于山，这是指德行高超的人讲。所以当这个声色还能够搅动你的心的时候啊，你要远离声色。当声色不能搅动你的心的时候啊，你才能够大隐隐于市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那么佛陀告诉大家，你澄清的时候啊，十方如来就在你的心中可以显现出来，像镜中像一样啊，
这一种方法叫奢摩他。这奢摩他当然是梵语，就是梵语的意思。这就是什么方法？就叫做止，停止一切。佛陀教大家先用止法，就是停止一切。啊，出家修行就是要停止一切的，不能背道而驰。我看到有一个有人啊，这个戴着耳机，这个听流行歌。我看这个，这个在家修行都不可以听流行歌的，何况是出家修行，这是犯戒的。这听流行歌哪还得了？快滑跪香啊，跪在释迦牟尼佛面前连续跪三支香，而且一动也不能动。下次再犯了、啊、犯了三次赶出去的，要叫你跳板凳。跳什么板凳？因为叫你跳围墙你跳不过去啊，古代啊赶出门怎么赶的？这个和尚啊，比丘尼，这个还俗，赶出山门是要叫他从这个佛啊，这个山门的那个墙跳过去，跳出去就还俗。但是因为太高啊，你们跳不过，而且我们这些的个子都很矮，我们这些比丘尼个子都很矮，跳不过没有办法，拿一个小板凳代表这个佛门。嘣！你打了你的屁股，用弹杖打你，打了以后叫你跳出去，就是凡俗，这不可以的。因为你境界多高，敲你一棒你就死了，不可以的。所以这个靡靡之音啊，这个还是不可以听。眼见形形色色，还是不要多看。这是佛陀教的第一个方法，就是止，把你这个欲望的心啊全部通通给它消失掉，全部拿掉。这样子啊，你这个镜子里面呢才会变得很清亮，十方如来跟智慧才会涌现。这是得到净慧，这是第一种方法。啊，第二种方法呢，就是用净觉心去了解根尘。这个方法在我们前几章里面都提到。啊，大家晓得眼耳鼻舌身意。色声香味触法，这六根六尘六识都是幻化的。那么如何这样子去想，用想念的方法，用观的方法去知道这些都是幻化的呢？那要靠你的想念的方法去想，你眼睛所看到的便不是真实的啊，包括你自己本身也不是真实的。那么这个身体是地水火风所组合的，四大一分散，这个身体就没有了，那么心也无所缚了。你这个心原来是你自己本身的，这个心便不是宇宙真理的这个大心，身心都是幻，所以人生不过是一场这个梦幻而已。你要这样子想，当你这样子想的时候啊，你这个幻观法就会产生出来。你观察世界上的万事万物啊，你都会感觉到这个是如梦幻一场。我单单讲
这个快乐好了。啊，这个好像啊，有人常问呢、啊，那这个你快乐吗？你今天快乐吗？啊，人家问我，师尊，你今天快乐吗？你快乐到底是几分？你快乐有几分？快乐没有办法打分数的。什么叫做快乐呢？也没有办法把它拘束在一个范围之内的。所以快乐本身呢、啊，就是一种感觉而已，一种范，一种感觉。那什么叫做悲伤呢？啊，有人问我，师尊，啊，你今天是不是很忧愁啊？你自己想一想，什么是忧愁呢？忧愁能够拘束在一个范围之内吗？达到什么才叫做忧愁呢？你看我这个脸上没有笑容，师尊，你今天很忧愁。你看我今天有笑容，啊，你就说，哎，师尊今天很快乐，啊，你看我今天不讲话，师尊一定有心事。你看我今天啊讲得很开朗，啊，你们就说，哎，师尊今天心胸啊很开朗。这个都是不定的，告诉大家，这种东西是不定的，快乐跟忧愁是不定的。你今天也许很快乐，但是明天会很忧愁。一小时以前你会很快乐，一小时以后你会很忧愁。这个是变化来变化去的。你要这样子做官，哎，快乐也不是永远的，忧愁也不是永远的，随时在那边替换，而且变化无常的，就跟天气一样的，有什么好快乐的呢？又有什么好忧愁的呢？那不过你这个心境的一种变化，那个都是幻的，像做梦一样的，一下子就没有。所以当你快乐的时候啊，你不要执着快乐，说要把这个快乐变成永远。那么当你忧愁的时候，也不要执着忧愁，因为那也是暂时的。你这样子经常用这样子的念头去观，就是一个观法，一个观法。你能够这样子久久的这样子想念出来，你会心里会达到一种很清净的那一种境界。这个呢，叫做三摩钵提。渐渐的，渐渐的，你用饭来止饭。用饭来止饭，来停止你的饭，这样子渐渐的进入的一种观法，叫做三摩本啊，菩提。这个就是佛陀讲的第二个方法，叫做观。前面的就是止，后面的就是观。啊，大家知道的。快乐不是永远，忧愁也不是永远，不要去执着快乐，也不要去执着忧愁，这样你就会开了，会开朗，可以达到常乐的这种境界。当你的念头在修行的时候啊，你经常想念这个如来的这个相貌，很庄严的相貌，想念佛，这都是方法，
想念如来，想念佛，想念上师，意念根本上师，都是一个方法。那在密教里面呢，这个有业轮观啊，观想业量，最严的、最蓝色的、最清净的一种业量，就是业轮观。种子日观，就是观想梵志，那个很美妙的那个啊，活菩萨的这个种子日，这个就是种子日观。阿日观也是种子日观，阿。这个阿日观呢、啊，这个方法也因为阿就是一嘛，就是诸佛从阿日出生，这个梵志的一种观法，也就是种子日观。你想念这个字，那么从字里面出现本真，这是阿日观。那么入我，我入观，就是想念这个如来虚空中的本尊进到你的身体里面，就是入我。我入呢，就是想念自己进入本尊的心，这是入我我日观。那么五相成身观啊，五相成身观就是把你的身体各种转化成为本尊，成为佛的一种方法，叫五相成身观。这个在密教里面都有的。那么佛陀也叫我们这个不净观。什么是不净观呢？把自己身体的污秽，这个很脏很脏的不净的，你把它观出来，这样你不会执着美，不会执着色声香味触法，使自己的不净知道你自己的身心都是不干净的，众生都是不净的，这样子能够使自己的心啊止下来，这也是不净的一种观法。另外还有白骨观啊，白骨观是破色相的，你修白骨观，把自己观成白骨，把众生也观成白骨，你就不会着人我之相，不会老是为了你这个我啊天天起烦恼，也不会为了众生啊跟你之间的关系啊天天就起烦恼，这个烦恼就会消除。这个方法就是白骨观。那么观法是有很多种的，那么这里佛陀讲的这所言的妙行啊，如图掌描，此方便者名三摩婆提，就是佛陀教你用观法，用观法就是以梵来止梵，以另外一种的想念来替代你这个比较复杂的想念，使它成为纯一的想念，而进入真正的一种定的一种境界。这就是佛陀讲的两个方法了。那我们重新再讲，第一个是执法，就是澄清，隔绝一切声音、一切相、一切色相，使自己澄清，这就是执法。那么用另外一种清净的想念来替代你的妄念，这个就是观法啊。大家这样子差不多，止跟观差不多已经都可以了解清楚了，因为我这样子讲已经很清楚了。这个《缘觉经》里面佛陀所讲的，因为他这个是经文，你们不一定看得很清楚，但他的讲法就是刚才我讲的这样子，澄清跟以
一个清净的这个想念来替代你自己的妄念。这就是佛陀讲的两个方法。啊，这个世界这个修行的方法很多，但是佛陀讲有三种，那么今天我们已经介绍了两种，我们还在明天呢又会再讲一种。啊，谢谢大家，我们来拜佛。那今天我们在谈《缘觉经》，我们再读一段经文：善男子，若诸菩萨悟尽缘觉，以净觉心，不起幻化及诸境相，了知身心皆为挂碍。无知觉明，不依诸执，永不依诸爱，永得超过爱，无爱尽，受用世界，即以身心，相在尘意，如气中晃。生出于外，烦恼涅槃不相留碍，便能内发即灭清安，妙解随顺，即灭境界，自他身心所不能及，众生受命皆为福享，此方便者名为禅那。善男子，此三法门皆是缘觉清净随顺，十方如来因此成佛，十方菩萨种种方便，一切同意，皆依如是三种事业，若得缘证，即成缘觉。善男子，假使有人修以圣道，教化成就百千万亿阿罗汉，必知佛果。不如有人闻此缘觉无碍法门，一刹那庆随顺修习，而使世尊亦重宣此意而说偈言：威德你当知，无上大觉心，本即无二相，随顺诸方便，其数即无量，如来总开示，便有三种类，即净色摩他，如净照诸相，如幻三摩地，如渺见增长，禅那为极灭，如彼气中房，三种妙法门，皆是皆随顺十方诸如来及诸大菩萨，因此得成道。三世缘证故，名究竟涅槃。好，我们这段经文这个念得很长，
也就把这个第七章呢，就等于全部通通的给他念完了。不过这个重点呢，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。我们晓得这一章啊，是佛陀在教习佛法最重视的这个实修的一章。那么他讲了第一个就是静止法，用这个安静跟止掉这所有这个妄念的这个方法，这是第一个方法。第二个方法是梵观法，把世界上的一切事情给他仔细的观察，知道众生都是梵，身心皆梵，一切名相都是梵的时候啊，才能产生他的这个无上智慧。这是第二个方法，叫做梵观法。那么第三个呢，就是讲禅那。禅那呢，我们在我们中国讲起来就是禅。那么很多人都研究这个禅宗，这个禅字到底什么是禅呢？那么众说纷纭啊，就是很多人去体会出来的啊，不是完全都是一样的。这里佛陀是这样子讲，这个第三个方法是不用净法，不去起这个净法，也不是去起这个梵法，也就是不用止，不要去止，也不用去观。禅就是什么呢？直接就超越，直接就跳过去了，也不止也不观，就直接跳过去。怎么跳呢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跳。不过这个是一种体验呢，像以前佛陀啊，他这个是莲花啊，不可以叫簪花，以前都讲簪花是错的。这个莲花是莲花，对不对？莲花这个微笑，那么大企业在底下看了他就是笑了一下，表示他已经心领神会，所以这个就心印了，这个禅的这个心印呢，就交给他。像师尊这样子在上面这样一笑，那底下的人跟着笑，那就是得到心印。师尊在上面只要哭一下，你们在底下也哭一下，也得到心印。其实哭跟笑都是一样，都是一种心领神会。当初大企业这样子一笑，佛陀就明白他已经得到心印，表示他已经超越了。其他不笑的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底下那些不笑的，为什么这个释迦牟尼佛突然间哪一个发起来微笑一下？那么只有其中一个大企业笑，就是表示得到心印。那其他不笑的呢，他就是莫名其妙，他没有办法这个心领神会。要懂得这个心领神会啊，就是表示已经交付了这个心印心印已经传出去了，因为他已经明白，他已经懂得清楚了。这个就是禅。禅是什么呢？超越，不用去止，也不用观。也有人讲这个禅呢，就是止观双印，要止也要观，那么止不了就用观，观的成熟了就用止，也有人这样子讲，这个叫做止观双印。那么禅就是止观双印嘛，其实禅就是一种超越，不用止的。佛陀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不起梵化及诸镜像，就是不起梵也不用起，安静也不用，通通不用是知道的，
身体跟心呢、啊，都是一种啊挂碍。但是这个禅呢、啊，是不依照这些障碍的，很多障碍它直接通通都超越过去了。好像什么呢？这个佛陀做一个比喻啊，我们敲钟，这一敲啊，这佛陀就问了，那么声音啊，是在钟里面吗？当然不是在钟里面，不是在这个钟的里面，中间有空的里面，也不是在钟的表面，而是在整个范围之内都有声音，这就是超越，表示说根本不在钟的那个体，也不在中空，而是整个周围全部都包含发生的作用，整个通通都包含，这个就是超越啊。佛陀讲的，他说这个没有什么阻碍的，最重要有一句在这里，烦恼涅槃啊，不相留碍。烦恼跟涅槃啊，它不相互相阻碍的。本来烦恼跟涅槃呢、啊、是对立的，对立的。但是在禅宗里面，在禅里面呢，没有什么阻碍的。啊，这个是第三种方法。第三种方法就是佛陀讲，因为你不相阻碍了，没有什么对你有什么阻碍的，所以你会产生什么呢？会产生啊，这个寂灭跟清安的这种现象就会产生出来。啊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个会知道的，所有的众生，所有的寿命呢、啊，通通都是浮想。浮想是什么东西啊？就是根本是不存在的。这一种方法就叫禅那。所以佛陀只教这三种方法，一个是止，一个是观，一个就是禅，三个字。啊，当初啊，这个佛陀在教大家法的时候，就讲一讲。大家听一听，那么就去自己去修行。那么这些弟子越来越多，本来是很少，也没有什么戒律的，从来就没有什么戒律的，就是因为弟子犯了错，才犯错一个觉得不行了，才赶快再定一个戒律，一看到这个也不可以，就赶快再定一个戒律，是这样子的。戒律那么多，就是因为知道每一个人犯了错误的时候才开始定的，而不是一开始就有戒律的，没有。他当时只是教他，哎，你们去树下去打坐，到山上去打坐，到岩洞里面去打坐，找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去坐。那就他就讲这三个方法，这个就《缘觉经》里面的三个方法，止掉你的万念，观一切都是幻，那么超越过去就是禅。怎么超越法？它最重要的烦恼涅槃啊，不相留碍。烦恼也是好，涅槃也是好，什么通通好，这个就是禅，就是把它超越过去了。所以学禅的人啊，不要把很多事情放在心上的，你通通都可以超越的。很多人有病他就退道心，我有拜佛，我有持咒，我有行善，怎么还得病呢？这菩萨没有保佑，他就退道心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禅是一种超越，从来没有什么叫做障碍你的东西的。所以有病，有病就是菩提。
你有病刚好啊，不求无病的，有病好。所以很多行者修到最后都全身都是病，这个从头到脚都是病，这个头啊头也烂了，听说脚底也烂，那就是一般来讲就是烂透了。行者不应求无病，因为病就是菩提，这个慢慢去想。病有什么？病本来就是空嘛。等你没有身心的时候，病还在哪里呢？病本来就不存在的，只是你暂时的一种现象而已。不把它当成障碍你的圣道，你就可以超越这个病。不求无难的，很多人都求，哎呀，像我们今天在回向弘凶化吉，这个是在求无难，弘凶化吉，凶的才好，凶就是菩提。你天天不求无难，什么事都没有，精神懒散。哦，一有灾难来了，你精神起来了，要赶快啊，去能够超越这个灾难。那时候精神反而会振作。所以这个好像是说我们常常讲的这个像冲浪，师尊讲这个冲浪，这个浪越大，你这个冲浪板就会冲得越高。越大的灾难呢，你这个冲浪板就冲得越高。所以我们不应该回向的时候求说弘凶化吉，应该求这个弘凶更凶。因为凶就是菩提呀、啊、哎，禅宗是这个样子哦，是超越嘛。它本身来讲起来两个字，禅就是超越。你越凶的把它超越过去，你就是菩提吗？所以讲啊，所有的障碍你不要怕。越野赛跑，我们以前越野赛跑，这个障碍赛跑，有那障碍那个栏杆，这样跨过去，跨过去，这样要跨过所有的障碍，就是一种超越。禅是一种超越，不是简单的。人家越来障碍你，有人来障碍你，阻止你去学佛。用病用灾难来阻止你，你超越过去，你就成圣贤，那就是本身来讲起来，那就是很伟大很超然的。所以真正一个圣者是不怕这些的，不但不怕，以这个为菩提。有很多人有病了，他就奄奄一息了，什么都没有，这正念都失掉了。啊，越凶的事情来，他就是退道性，都不可以的。像师尊来讲，我最喜欢魔了，有魔来，哇，乐得要死，因为就是要你超越他。你超越了魔，不就成佛了吗？以魔为法理，魔就是你的法理，就是你的道伴。你没有它，你怎么通过考验能够成佛呢？所以是以魔为法理，魔就是菩提，到最后就是魔就是佛。他来成就你成佛的，所以以魔为法理。你看到魔你就怕，成不了道的。在禅宗里面是超越魔，超越过去，你不要去抵抗魔，是超越它。这以魔为法理，看到魔不怕的，没什么，魔就是佛。就是一个超越，这是一种禅。
魔虽然来阻碍你，也障碍你，但是你能够超越。以逆啊，逆啊，我们晓得刚才讲那个冲浪就是一种逆，凡是做的事情都是不顺的，我们做什么都不顺，人家做什么都顺，我们做什么都不顺啊，不顺你就是禅。禅不是很惨，很悲惨的禅啊，不是悲惨的那个禅，是禅宗的那个禅，就是一种超越，就是一种禅呐。你以为有这样子的不顺里面呢、啊，你去超越不顺，你才能够成就一切的。在一切法界里面得自由自在啊，成一切成就，这个是禅啊。在一切法界里面哪里都能够顺呢，都是不顺的。既然都不顺，你超越过去才能够自由自在。要自在啊，就没有相对的，一定是绝对的。凡一切顺逆都是平等的。再来呢，有人侮辱你啊，诽谤你啊，欺负你啊，你觉得很委屈啊，我不是这样子的，但是人家都讲我这样子，你是不是很委屈？当然委屈啊，我明明做的是这样，为什么别人讲我那样呢？你就很委屈，你就不吃饭，你就是以泪洗面啊，洗脸用这个眼泪来这个洗你的面啊，你就是不吃了，这一餐不吃，两餐不吃，一个礼拜不吃，一个月不吃，晚上也睡不好。这个导师你不吃啊，不睡啊，我倒是没觉得什么，我们省一点粮食也是好的。但是啊，就是要叫你啊，这个不算什么的，委屈了你或者是褒奖了你都是一样的东西啊。你要懂得超越过去啊，就是禅。你超越不了，你就是凡夫。这个道理要明白的，佛陀讲的这个第三个道理是很圆满的，绝没有对立的。所以要以坏人为朋友啊，我们讲说，哎呀，近朱则赤，近墨则黑。你师尊叫我们跟以坏人为朋友，我们去了都被污染，都变成黑的了，我们跑去跟乌鸦在一起，到时候我们自己就变乌鸦，全部都天下乌鸦一半黑啊，你自己变乌鸦啦。倒不是这样子的，你处在这个坏人当中啊，你也能够成就你自己的，才叫做超越。六祖慧能在猎人堆中九年，他不受污染，这就是他本身能够学习到一种超越，他还能够跟所有的猎人相处得非常好，这就是本领。所以不怕坏人的，你学禅的人不是说这个人不好，我不跟他在一起，看见他就跑。当然呢，也有人看见师尊就跑的。啊，他看到师尊从那边过来了，赶快跑。他不喜欢，他不乐意，不快乐，不是。但是我们看到他，我们就很喜欢，啊，我们乐于接近他，甚至于上前去拥抱他。对不对？他看到我们就跑，我没有关系啊，你不理我，哈，我理你就好了，就无所谓的。这个禅是一种超越，就是超越过去，没有什么好人坏人的，好人跟坏人一样平等，
不要有分别心啊，世俗人是这样子的，这个人不好，形象很不好，风评很不好，这个混蛋一个，这个专门干坏事的，不理他，不要去理他，不要去听他说法啊，这个坏人不要去听他的，你不听怎么知道是好的坏的？至少你也要听一下啊，告诉你不要有分别，你去超越他，不受他的污染，去听话，听到你认为不好的，也不受他的污染，在猎人堆中啊，六祖慧能也不受污染了，他甚至可以转那些坏人成为好人了、啊。坏人就是菩提啊，他们都是佛啊，这是一种禅，就是一种超越的。很多人穷了他就退道心，没有钱呢为什么没有福报呢？为什么我信真佛宗，这个修真佛密法这么多年没有福报？穷，不要怕穷。穷啊，富啊，是一平等的。你学禅的人，穷富是平等的。富就是穷，穷就是富。你的观察，你难道看不出来吗？这个钱呢、啊，不过是流到我身上，以后它还会流走，流到别人身上的。那都是暂时的一种现象。那么这个人留过那个人，那个人留过这个人，这个借你呆看几十年。穷富啊，不存于心。你超越这个穷，越穷困，你成就越大。这个超越这个穷，这是禅。你还要超越啊，超越破，什么破？所以很多行者啊，穿破衣，就是一种破。其实他穿的是天衣，破的衣服真正的是天衣，华丽的衣服真正的是俗衣。这是一种超越。所以在这个禅里面呢，佛陀讲这个禅最有意思。中国的这个禅宗啊最有意思。因为它本身就是一种超越。那一种思想跟我们世俗凡夫的思想大不相同啊，通通不同的。像我的思想就跟一般人不太一样的。别人认为脏的，我认为是最清净的；别人认为是穷的，我认为是最富有的；别人认为是魔的，我认为是佛的；别人不喜欢的烦恼，我认为是菩提；别人认为是坏人的，我认为是好人。什么都是好，通通都是平等。没有什么分别的啊！你越恨我，我就越疼你啊！你跑，我就追啊！你不理我，没有关系，我理你，无所谓的。我不是讲了一个无所谓思想，是真的思想是无所谓思想。无所谓思想就是没有障碍的思想，无爱的思想。既然是无爱的思想，就是大圆满的思想。大圆满的思想就是一种超越的思想，这种超越的思想就是佛讲的禅呐。你看释迦牟尼佛给谁受记？给提婆达多受记，将来成佛。哎，提婆达多不是害他害得很惨吗？没有错，害他的人也能成佛。
说害佛的人也能成佛，没有什么叫做害的，在佛的心中啊，平等无差别，只是他现在是世俗凡夫，有一天他得度了，他照样是佛，他清楚明白了，他照样是佛。所以这是一种大圆满的思想，这是第三种。啊，第一种就是止，把妄念止了；第二种就是幻，观察一切事相都是幻；第三种就是超越禅，大圆满。佛只教我们这三种方法，大部分来讲起来就是这三种。以下所讲的，这个好像第八章所讲的这些那个25种，全部都是。就是这三种气分出来的，比如怎么讲啊？先修止，再修观，再修禅。那么先修禅，再修止，再修观。那么再来，先修观，再修止，再修禅。啊，在那边颠颠倒倒，都按变来变去的了，对了，啊，分成25种。这个佛陀也是，也被这个弟子弄得头昏脑胀。他要讲这三种方法轮来轮去啊，轮来轮去就变成25种。啊，我看了，这里面讲啊，十方如来因此成佛，就是因这个成佛的。十方菩萨种种方便一切同意，差不多都是这样子的，反正就是这三种方法，借依如是三种事业，就是这三种修行的方法去修了，能够圆满证得了以后啊，就是圆满的觉悟。这个要修这个法呢，成佛啊，这个可以教化成就百千万亿阿罗汉跟必知佛果。这个所谓必知佛果啊，就是由借种以外的方法，借着其他的方法而进入自己觉悟的，就叫必知佛。什么叫做必知佛？就是用其他的方法，不是用佛陀的方法，借其他的因缘进入这个佛果，这个叫必知佛。阿罗汉大家已经知道了，这个叫做无碍法门啊。以前我最早的，很早以前我在读这个书的时候啊，我就用无碍哲学思想。无碍哲学思想就是我写在书里面的，很早很早我就写过这样子的，那时候我的思想就已经非常的超越啊，现在的思想更加的超越。现在的思想等于是一个圆满的思想，一种圆满的思想。所以我不以为烦恼，就是当然也不是说完全没有烦恼了，也是有的。烦恼就是在你的四周嘛，啊，像昨天我接了一通电话，那么这通电话讲这个对世尊一个有恩的人啊，世尊有时候也请人家帮忙啊，那么他对跟世尊有恩，他遭遇到了困难，那么我也没有办法帮他解决的时候啊，我也会心生烦恼。我说哎呀，这样一个人对世尊有恩，但是我又不能帮他解决这个困难，所以我心里就很难过。那昨天晚上呢，就特别为他这个求护法，这个求这个希望他赶快出现一个贵人来帮助他。我自己也突然间想到，我何不回台湾呢？我就回台湾去帮他，甚至于需要有多少钱，我都可以出钱去帮助他。好，我想这个也是我的烦恼啊，因为我为众生而烦恼。那众生有困难呢，跟我讲，那么我心里就觉得很难过，说：“哎呀，怎么帮他解决这个事情呢？”
这个是当下的一种烦恼，也是有的。所有弟子当中啊，有时候我看到信，觉得心里也很难过。像今天有一封信，是纽约的弟子，他太太有肾脏病，一定要放肾的，但是他等很久都等不到这个肾。他先生啊，跟他刚好是同一个类型的，说可以。先生把身体的一个肾割给太太，他们两个人，一个人只用一个肾，太太只剩下一个肾，先生也是一个肾。啊，两个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犯了肾以后啊，太太的身体就很好。没想到经过两年，这个太太身体的这个肾呢，又不好了，产生了排斥的作用。我看了这个信啊，哦，心里很难过的。怎么会这个样呢？两个人都只剩下一个肾，那太太这个肾呢、啊、产生排斥的话，他就不能活了。那到哪里去再去找一个肾呢？所以这个也是在这个世间上的烦恼啊，也是数不清，像这个病理。但是你假如不能看得透因果的话，能够超越这种因果的话，真的是很悲惨。像台湾的这件事情呢，我自己心里也很急，那么我也求这个活菩萨赶快给他加持，而且特别求护法赶快去找一些贵人出来帮他，希望他能够顺利。因为他曾经帮助过师尊，但现在他求到师尊了，我不能帮助他，这也就是变成我自己本身的这个烦恼。我不是没有烦恼，我是有烦恼，但是呢，我把烦恼就看成菩提。我烦恼来的时候啊，我尽量祈求护法佛菩萨帮他们解决。我不是为我解决烦恼，是为众生解决烦恼。但是我把我发生的心中产生的这些苦恼的事情呢，我也把它认为是菩提，我去超越它。这个佛陀也重申此意啊，而说这个偈言。那么这个偈啊，也就是把刚才的这个讲了一下啊，有三种类，那么一个是用极静的，一个用如幻的，那么第三种是用禅那的。这三种方法就是三种的妙法门，都是非常好的。他讲十方诸如来及诸大菩萨因此得成道，都是这用这三种方法去言证的，这个叫做究竟涅槃。啊，今天谈到这里，我们慢点评评。